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自从上次我在荒鸟市场转悠的时候，想找一个宠物，然后就有个小伙伴联系我，他说他是做宠物商店的，那里什么都有。经过很多次的交流之后呢，我终于给了他188块钱。那我跟他讲说我想养个小猫咪，他说包在我身上。这个时候我就收到了他给我发的快递。真的出来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共有几样东西？这188块钱，我觉得我有点受。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这视频的话可以点赞评论，记得关注我，拜拜。